本辖哈，环中路上一家夜店哦。那这个酒客哈消费完以后，因为酒后失态，那在店外那对不特定的人来咆哮。那其中有两位酒客也喝了酒，他认为他在咆哮是对他在叫骂所以趋前找他理论进而产生的一些肢体冲突。那今天早上这一件的话本分局也是我们员警主动发现，马上趋前去做那个制止，然后也请求我们那个快打部队来支援。那现场大概有使用警力大概有那个30名左右。那现场我们也有使用所谓的辣椒喷雾器等等强势的压制，把所有相关人员强势带回来处理。